大家好，我是老比娜，现在我在爸爸妈妈的家里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的家里。OK，爸爸妈妈的家里啊。好的，你们呢？爸爸妈妈家里这个房子建的话需要多少钱呢？ Maybe 5,000. 500,000. 500,000 的。还是 4,000 的。大概是2-3万块钱人民币。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就是两个间，两间的话大概就是60-70个平米哈，大概2-3万块钱啊，还是挺贵的。我认为只要10,000多块钱，没想到要花20,000多哈。其实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有房子哈，是哥哥，上面那个哥哥在上面也是。那个房子多少钱呢？Sam， 因为上面那个房子跟这个房子差不多哈，应该价格也都差不多的。那如果我现在在疫情期间给丈母娘家做个房子的话，能不能在疫情期间做个房子？因为这是大小哥哥要住的，这是还爸爸妈妈也要住，这个住的我们住的这里不大好。我们要花钱的话，如果做两个房间60-70个平米的话，需要花个2-3万人民币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吕梅拉，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土地啊 ？Loan 有。我们看一下爸爸妈妈的地哈。我们现在在这里看一下，这个前面是邻居的这个，不是这个房子 house 不是爸爸妈妈的哈。不是爸爸妈妈的，就这两个房子是爸爸妈妈的。这个这下面不是爸爸妈妈的地哈，这个不是爸爸，这是我们的。这个是我们的。这个下面的不是哈。不是。下面的不是，所以要建房子的话，这里是建不了了，还有那里也是建不了的哈。那个地不是我们的哈。那个地是，别人的。我们去那边看一下，看看有爸爸妈妈有没有地啊？有没有合适的地，我们建房子的地。OK。建房子的成本的话大概是2-3万人民币哈。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地方。这个下面的地是不是谁的了？这个地是的。这是爸爸妈妈的吗？不是吧，我没看见爸爸妈妈在上面坐地。你别骗我。这个是哈，这个就下面一些草哈。那下面的不是哈。这个是的话也建不了房子。爸爸的爸爸哥哥。爸爸的哥哥。爷爷，那爷爷的。是堂哥的哈。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的地的话，也建不了房子。这个太陡了，也就没什么地哈。你看上面的话是大哥哥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爸爸妈妈的地。好的，里面呢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上面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爸爸妈妈养羊的地方哈。这个羊圈肯定不能拆的。那个玉米地的话，可不可以建房子呢？我觉得是不能建的，那个太陡了，那个坡太陡了，坡太陡建不了房子，所以这个地的话就很麻烦。我们去看一下这边，看看有没有地建房子。Let's go， 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大舅子去建这个房子的话，大家看到这个都垫了很多石头哈，看一下，你们 Let's go， 这是大哥哥一个小厨房。这个地是不是谁家里的呢？你们呢？这个地，这个loan不是，这是这个是谁家的？我们的。你们的，我看你们的也建不了房子，这个太陡了。这个菜地是谁的？这是Yumi。这是他们的哈，不是爸爸妈妈的。是Yumi，我们的。这个太小了，这个建不了房子。Yumi是我们的。玉米是你们的，那个太小了，玉米地太小了，所以这个地也没有啊。这个地没有，全是山地，特别陡，想要建房子的话确实没有地哈。刚才我们从这个大舅哥二舅哥的这个房子上来的哈，这是一个羊圈，下面都没有平整的地，下面也没有丈母娘家的地哈。丈母娘家比较大的地就是在这里，但这里太陡了，这个坡太陡了哈。还上面有平地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离这里离太远了，这个离丈母娘家太远了，坐在这个山顶上我觉得有点害怕，所以在这个山顶上我觉得不太合适哈。看来看去的话，就这里这块地玉米地的话
比较合适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太小了一点，因为这个玉米地上面的话，它是别人的玉米地，这里，所以你不能挖别人的地哈。这个地又太小了一点，我觉得不大合适建房子哈。所以在山地的话，建房子建特别小，而且不好建哈，不好建。这就是这个房子是我大舅哥家的哈，第二个就是二舅哥的，所以就这么一点的小小地哈。如果你建房子的话，确实很麻烦。很麻烦啊，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大。一个是建房子的话，可能要花两三万哈，疫情期间可能还不好建，这个房子不好建哈，因为没什么人。还有就是这个地的话，崎岖不平哈，没什么太平整的地方。建这里风景倒挺好的，这一块小地，但是我认为这块地太小了。还有大舅哥二舅哥都不一定会同意哈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一个是经济方面哈，要花个几万块钱，两三万的话哈，可能不太适合。还有一个是这个地的话，没什么合适的地。还有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哈，这个二舅哥他们会不会同意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啊，在这边建房子哈。如果建个四五层呢，我们这个出点钱建一层，二舅哥大舅哥他们一人建一层的话，大家一起去建的话，我觉得出点钱的话挺好的。但是这个的话感觉太麻烦了，里面问题也会比较多，所以我感觉从经济方面，还有从这个土地方面，还有从这个人情方面的话，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我们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